因为恁无了解宽宏，可能嘛有宽宏做无够的所在，服务无好的所在，无周到的所在，所以恁无甲票投予我。严宽宏神情落寞，在妹妹严丽敏及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陪同下，对着支持者深深一鞠躬。回顾几个月来打选战，接受外界无止境的攻击，严宽宏感谢他的乡亲，也大气恭喜对手林静怡。希望你会当好好啊疼惜咱台中市第二选区。会当为第二选区来找总来拍拼。严宽宏三度鞠躬，支持者纷纷在台下落泪。爸爸严清标也出院了，就在屋内关心儿子。其实开票过程中，选票呈现拉锯，一度是严宽宏领先，但林静怡后来居上，相差快8000票。恁需要宽宏，一通电话，甲我卡，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。我是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法委员，我会跟大家。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严家在地经营30年，依旧赢不了绿营拼全党之力。3个月抄家灭族式的攻击，就算严家在2024年再度卷土重来选立委，也势必影响国民党士气。谢中部综合报道。